Baby Tiger， 快来订阅我们吧！失控的赛车，热身完毕，今天的状态非常好。是吗？福特，你怎么来了？哼，当然是要挑战你了。来吧，看看谁的速度更快。切，谁怕谁？什么事了？智能跑车福特失去了控制，情况紧急，我需要支援。好，超级汽车，请准备。任务收到。超级汽车变身。过速赛车，前方。超雷达警车，来车。马力！超级汽车出动！大家分头行动，避免碰撞发生。好。滴滴五，快快停下！十字路口有危险！轰隆隆，速度太快，小心别撞到！哐哐，伸出手去拦住路口，不要冲！大钩子甩一甩呀，轻轻吊起来。谁来帮帮我？怎么停也停不下。谁来帮帮我？我也好害怕。让我来帮你，追呀追呀追上你。让我来帮你，不要再停停。前面正在施工，我们要掉进去了，我来帮忙。滴滴，汽车来了，发射大王拦住你，向后退，用力用力向上拉呀拉，快坚持不住了。哐哐哐，吊车来了，伸出手臂扣住你，慢慢的把你吊起，现在安全了，我得救了。谢谢你们救了我。你没事就好。嘿，福特，我们的比赛还没有分出胜负呢。来吧，比赛继续。你还是先修好自己再说吧。哈哈，怪
怪的攻击。哈哈哈，我是来自痒痒星球的哈哈怪，我最喜欢哈哈哈。这是我们痒痒星球的秘密武器痒痒粉，只要碰到它，每个人都会笑哈哈哈哈哈哈。来吧，这就让你们见识一下痒痒粉的厉害，哈哈哈。给我养起来吧！哈哈哈哈！哎呦，好痒呀！我的腿好痒，我的手好痒，我的全身都痒。大家都怎么了？好奇怪呀！小丽，皮皮，你怎么啦？哎呀，快帮我挠挠，好痒啊！皮皮，你这样动来动去，我挠不到。我控制不住。没错，只要中了我的痒痒粉，都会痒得控制不了自己。哈哈哈！你怎么不痒？救命！居然还有人没中我的痒痒粉！嘿嘿，别想逃！好痒啊！整个小镇都是我哈哈怪的了！哈哈哈哈！发生什么事了？怎么到处都有警报？宣布，贝勒小镇以后就改名叫哈哈小镇了。可恶！你做梦！我们要把他赶出贝勒小镇。召唤超级汽车！搭警车，飞天救护车，超级汽车出动。哈哈哈哈，我是哈哈怪，发射炮弹让你遭殃，手臂痒痒，脖子痒痒，哈哈大笑让你疯狂，好痒啊！我来救你们！哇呜哇呜，救护车来啦！治病救人交给我吧，身体痒痒千万别抓，涂上药膏马上就好。竟敢破坏我的计划，痒痒粉发射！小心！第五第五，警车来抓捕，保护大家交给我吧 ！biu biu biu biu， 瞄准目标，全速追击。怎么不见了？找呀找呀找一找，哈哈怪你躲在哪？藏呀藏呀藏起来，躲在街角你找不到。好痒好痒好害羞，挠呀挠呀受不了，擦呀擦呀擦牙膏，痒痒消失没烦恼。不，我不痒了，太好了。别想逃！雷达雷达快启动，哈哈怪你别想跑，追呀追呀向前冲，第五第五找到了！耶，成功！超级汽车最强升级，拯救小岛。起掉一辆，雪莉，我们来比一比，看谁钓的鱼更大吧。好呀，
怎么还不上钩呢？哦，我的鱼儿上钩了。哇，好大的鱼。为什么我一直钓不到呢？雪莉，钓鱼最重要的就是要有耐心哦。好吧，我知道了。哦，哇，有鱼上钩了，一定是条大鱼。爸爸快来帮我。来了，用力呀。小岛要被海浪推走了。我们飘得越来越远了。别担心，我们可以找城市守护者帮忙。开心湖，天气真的好热呀。对呀，好想去海岛上吹海风钓大鱼。是谁找我们？贝勒湖，开心湖，救救我嘛！情况紧急。召唤超级汽车。力士吊车，超级汽车出动！大力士吊车，快把他们救回来吧！哼哼，放心，交给我。是大吊车，看我长鼻子，嘿呦嘿呦向前伸。到了。我是大吊车，看我大钩子，不怕海浪不怕风。抓紧！风浪变大了。不害怕害怕，风浪越来越大，摇摇晃晃，真的太可怕，快快想办法。哦，别怕别怕，我的力气很大。稳稳当当，请你相信我，马上安全到达。谢谢你们救了我们。可是我的家，小岛飘走了，雪莉的家就没有了。哈哈，世事升级吧。也许我们可以把小岛救回来哦。好办法。超级汽车升级。最强形态。大力神吊车。让我们再来一场钓鱼比赛吧。那我一定是冠军。超级汽车最强升级，寻找
找蛋宝宝。哟吼，多么美好的早上呀！可爱的蛋宝宝，快跟着妈妈一起做早操吧。一二三四，二三四，扭扭屁股，啊，扭扭脖子。3 2 3 4，4 2 3 4，伸伸手呀，踢踢腿。啊！咯咯咯，我的蛋宝宝，宝宝，哎呦，啊，我的宝宝。不！嗯，发生什么事了？我们快去看看。鹅妈妈，你怎么了？我的蛋宝宝掉进前面的树林里不见了。哥哥，鹅妈妈看起来很着急，我们快帮帮她吧。让我想想，啊，有了，我们可以请超级汽车来帮忙。啊哈！召唤超级汽车。火箭赛车，超雷达警车，超级汽车，汽车出动！蛋宝宝你在哪里？你的妈妈好着急。蛋宝宝你在哪里？开启雷达寻找你。蛋宝宝你在哪里？让我张开翅膀寻找你。找到啦！蛋宝宝你在这里，草丛后面找到你。在河里，快点快点，顺着河流往下飘，哎呀哎呀有危险，躲好了。轰隆轰隆加速跑，要比小河跑得快，急刹车向上飞跃，一把抱住蛋宝宝，安全啦，终于安全了。嘎嘎嘎，今天天气好，适合做早操。适合做早操。宝宝，跟着妈妈一起来。一、二、三、四。二、二、三、四。三、二、三、四。四、二。啊，哦，宝宝。超级汽车，最强升级，守护朋友。哦，我的巡逻工作开始了。嗯，美食车亚米又在做什么好吃的？哦，是甜甜圈。亚米做的甜甜圈最好吃了。嗯嗯，我好喜欢亚米啊。嗯，亚米真是个不错的美食家。完成。啊，酷宝太棒了。哟，不愧是最棒的工程师哦。啊，一切都很美好。哼，
觉得一点都不美好。你们汽车不应该说话，也不应该是我们的朋友，你们只是工具。哈哈，看我的无敌铁皮车，让我天才麦特博士来统治你们吧。出发。别走下甜甜圈了。你是谁？不许动。雷克警长，你实在是太吵了。不过我有办法让你安静下来。可恶，呼叫指挥中心。雷克警长，发生什么事了？我需要帮助，小镇上出现了奇怪的铁皮车，被他击中的汽车都失去了意识。啊，怎么会这样？情况紧急，超级汽车，请准备。任务收到。超级汽车变身，超雷达警车雷克，飞天救护车安琪，装甲消防车高迪，超级汽车出动。汽车要出发，出发，出发！不怕任何的危险，不怕，不怕！守护城市安全，拯救我的朋友，请相信我们。无敌大炮准备好，朝着目标的方向。炮弹，炮弹发射，砰砰砰砰攻击，全部被抵挡。我的水炮弹对他没有作用。不好，他来了！我来吸引他的注意，你们去救人。丢丢闪灯光，警车加速向前跑，左边右边转弯，躲避你的攻击。哎呀，打不倒！我来拯救朋友们，快点快点醒一醒，大家保持冷静，我们不是工具。发生了什么？能量升级！你们一个都别想逃！这下可怎么办？高迪，攻击他的激光炮！加油加油，我变得更强大，快速瞄准，朝目标发射，你的武器被击中，失去了力量。超级汽车在一起，守护了正义。超级汽车在一起，让世界更美好。愤怒的蜜蜂，什么？麦嘟嘟、乐嘟嘟，你们来得正好，这儿有好吃的蜂蜜。哇！麦嘟嘟，你快点，我要坚持不住了。再坚持一下，
我马上就碰到了。成功了！好多米饭！快跑！来了，皮皮小心！啊，不好！呼叫指挥中心！安琪，发生什么事了？为了虎开心虎，城市里飞来了许多蜜蜂，请求帮助。好的，别担心。超级汽车，请准备。任务收到。超级汽车变身，火箭赛车旋风，飞天救火车安琪，巨无霸大货车斑斑，超级汽车出动。想想想，蜜蜂好喜欢，快来追我吧！来呀，跑呀跑呀跑，跑呀跑呀跑，加速向前跑。左边嗡嗡嗡，右边嗡嗡嗡，蜜蜂越来越多，太多了，旋风快过来！引擎轰隆隆，大车轮转呀转，突然改变方向。来了吧，快跑！啊！小机灵出租车，等等我们，等等我们！不好，我们要赶不上飞机了！哎呀，怎么办？怎么办？别担心，我们找超级汽车帮忙吧。我是超级出租车，大家都叫我小机灵，因为我认识城市里所有的路哦。你们也可以叫我河地图。你好，小机灵，我们。我知道，我知道，你们需要我的帮忙。对，没错，肯定是需要我的帮忙。大家叫我 taxi， taxi。大家叫我 taxi， taxi。乘客，请上车。车出动，我穿过大街，又绕过
准时到达。前面有点堵，你选一条路，开过大吊桥，十分钟就到。直行通过再转弯，学校路段请慢行，高架桥上不能停，十字路口要小心。我是超级出租车，马上到达目的地。小机灵，谢谢你，多亏了你我们才能及时赶到。我很乐意为你们效劳，要记得我，我是小机灵，认识城市里所有的路。你喜欢粉色汽车球吗？一起来打开它吧，超级出租车。